这个东西六位数变七位数，那好了，这个东西开成什么样的？84克的一个东西几十万，你们敢信吗？色料，这就是色料，过来给你们看一下。首先它是一个老断口，看到没有？然后老断口呢是长了锈皮了，也就是说它不是新断口，它是在磁层改造条件当中断开，然后又长雾长皮了。这个料子呢就这么一丢丢，84克，价值几十万。为什么价值几十万呢？我压灯你们就知道了啊。看到这个色了吗？冰种的阳绿，而且绿特别正的，漂亮吗？非常非常的美啊。那么这个东西要是赌一个好的界面，那可能都是要几十万过百万的大界面，或者是大的鸽子蛋。那具体打开什么样，现在开稿搞给你们看，不起眼但是就是贵，这就是色料。开稿。这个东西六位数变七位数，那好了，这个东西开成什么样的，过来给你们看一下。我拉着一个大窗，料子非常的完整，没有什么裂啊，看到吗？色是非常的阳的，种非常好，有一种种要爆出来的感觉，平时这种色料见的很少吧。那好了，我把它开完大窗之后呢，好处坏处都让你们看明白。那我不光要说好，那我要说缺点了啊。缺点，这一颗和这一颗比较的话，它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它有棉啊，它的种没有这一颗好。它是一个糯冰的种水，然后底妆没有那么纯，它有一点点棉，但是级别也是已经非常高了，东西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。而且你看到它是满肉的，我这边我也开了。好了，这个料子开怎么样？评论区你们自个评论吧。好了，非知出品呢必定精品，喜欢非知的双击加关注，爱你们。